你是背包，金额是23,839，一年了，既不发货也不退款，怎么没骗不过啊？近日，明女士向北京时间捷足羁绊平台反映，她2022年3月在四库奢侈品 APP 上花费2万元买的包，已经一年了，既不发货也不退款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